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巧克力的孙荣健。我们现在呢是在韩国的济州岛，在一个农家的柑橘园内。这个农家呢就是用了我们的巧克力，这个品质确实不错。这和人民币一斤的话在30块钱左右吧。所以呢，就是并不是说这个果价不好，而是因为你没有种出高品质的水果。这是我们来自印度的Ready. What about the Cocoly? Cocoly is powerful, stabilizes the pH of the soil. Cocoly is easy to use. Cocoly is easy to dissolve. Quality is high compared to others. You can reduce the quantity of other fertilizers. Yes. Yeah. 这是我们来自内蒙的薛娇薛总，看了这个柑橘园感觉怎么样？柑橘整体是不错呀，甜度要比别人家的要提高2到3度，里边的确实是精品啊，个个都精品。对，这样的品质肯定能卖个好价钱。对，这边还有我们台湾的柴总，看过这个柑橘园感觉怎么样？很棒，很好，是吧？我们台湾在柑橘上，我们有信心哈，再会有更好的成绩。然后还有那个广西的柑橘王来了，怎么样，李总？感觉这个用了巧克力的橘子，又大。皮又好，这个橘子绝对在广西是很少见的，没错啊，这个颜色还有这个果形啊都很漂亮，是吧？没有这么大，对对对。然后这里还有这个印度的 Roger， what about this farm？ Yeah， it's looking good。fruit size and it looking color， and there is no disease， and content of juice， everything is good， and fruit also looking very tasty。Cocoly.